农村人进城了。鞋子穿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我们全家都来到了天水市，因为这两天的话，我们天水市特别热，老有社火演出，有舞龙舞狮的，还有唱大戏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个饭，顺便在我们天水古城转一圈，给大家拍个视频瞧一瞧。我们天水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景点，天水古城。现在我们从古城的后面的一个路口进去，等一下去正门，因为我们住的离这边比较近一点。这边古城就是明清的一些古建筑，类似于像我们家以前老房子那种古木结构的房子，这是后面重新修的。今天来的比较早，现在人不是特别多，晚上的8点左右就是每天人特别多的时候。这里面还是比较大的，我从来没有来过，没有进来过。我们先去吃个饭，趁现在人少，不然等一下没座位了。小的人或者年纪小一片，感慨你们咱小孩子，我不要客气。这个一次多少钱？这一次这个多少钱？谢谢。馒头还冒烟着呢，你看冒热气着呢。吃。这鲜辣里脊，吃起来。啊，这上排骨，这块大肉。哎呀，吃饱喝足了。我们来逛一逛，消消食。现在这一阵你看人多了吧，天水名人花四林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古城的正门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我从来也没有来过，经常开车路过过，但是没有走到过这个广场。
特别的欢乐里面。那个头，我操！